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都不想正好写给你。我跟你说，我都不回去，整天你跟人欺负我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回叫我回去中，你一个月你再不给我涨10块钱零花钱，我就不回去，马上就到了，我找个人去。我跟你说，你等着吧。哥，你回来了！宝宝，赶紧上来吧！不行，等等我。哥，哎呦，我想回你了。爷爷，我想回你了，哥，我背着你姐来的。走啊！我背着你姐来的，背着他来的。啊，他天天叫我卷家的，我出都出不来。我可想回你了，媳妇。我也想回你。哎呀，哥呀，我想回你了。咱弄点吧。我必须弄点。你这哥，你姐都不叫我出去，天天叫我躺床上，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那可不是的嘛，动都不要动，吃不要吃，洗不要洗，喝不要喝，也不要出去玩。结了婚都这光劲吗？结完婚咱俩一个调性。哥，你说呗。我真的，我想想，在男人最快乐的时光是啥时候？就是没结婚头的。我说真的，一点儿不假。结上再弄点，必须弄点。我那也没拿钱，没拿钱吗？你结婚给我钱吗？你不想想啊？那只能我想办法了。你别管了。我耳朵。我叫手机卖了，我得。我这都是你，你装，别哭哈。我不哭，你快点，马上来哈。好，啊。哎呀，还是哥好。哎呀，这小哥话也不够辛苦，这是。哎，小花，快点，你看这小孩叫抢话。我想叫这咱的房子再装修嘛。爸，不用担心，装修用注销网啊。爸，你看。它上面有设计我家功能，输入小区户型和面积，就能生成匹配咱家户型的 3D 案例，720度看实景效果。法式、极简、新农式等太多风格了，直接照着装，不但省心，连设计费都省了。而且像咱农村自建房网友，直接搜索自建房，也有很多好看的案例可以参考。这看着还不孬嘞，就装成这种风格，住着还带劲。是啊，爸，关键还有个智能预算，输入房屋面积和户型，就能把人工和材料费都罗列得一清二楚。对着花钱，谁敢坑你？家里要装修的都可以点左下角下一个看看，就算你对装修一窍不通，也能轻松搞定。真是不赖啊！走吧，那我出去玩了哈。你去吧，去吧。啊，这想想办法，咱们赶快给他装一下啊！啊，装完，交我了。好啊。我叫你哥，我在这儿。哥，我进来。哥，我到床，你是大哥。大哥，我给你扶。下午时你别给我来掺。当年我知道你这是这号人，我都不叫找个新给你。找个新给我，这一上你还来报账呢。爹，你得咱得打你。啊，我给你打不熟，还弄不弄？抢麻是不是？撵到俺家来抢麻是不是？你该驻马店抢麻都算了。该驻马店，那都是恁家人么？找好跟他盼的，啊！但这是爹那庄，可知道？我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可知道？当初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都不叫找好写给你。吓死我了！扔了，别扔了！回去你盼的，回去你的裤衩哈。